最大感覺是苦盡甘來的感覺咯，跟中間都有很多嘅嘢要去困局要跨過嘛，咁我覺得是有一種辛苦完真係啊，見到小成績 ，for 自己啦，或者 for 一啲同我一起相信我嘅人。我想送大家呢首歌，其中一句我好中意嘅歌詞就係能越過就有未來，希望大家可以堅守你哋嘅信念，千祈唔好放棄。一定要撐住！當初我出道嗰年就係好快，所有嘢大家就哇，知道邊個榮，跟住我有我自己一個。咁但係去到而家回望翻去十五年後，其實真係慢慢慢慢一步步再行過咁樣咯。我諗去到做完花無樹嗰隻碟之後咧，其實自己都開始有少少唔知道自己音樂方向係應該點行，因為頭兩隻碟都算非常之成功啦。跟住之後自己又係嗰陣時係一個唔係太識得表達啦，同埋自己又冇即所有嘢都比較依賴人哋去做嘅。最掙扎嘅時候就係我身體唔舒服嘅時候啦，嗰陣時就失聲啦，又跟住皮膚又唔舒服啦，跟住風爛啦，跟住啲歌又唔順啦。我諗唔到點樣去解決啦。歌詞真係有諗過想放棄嘅。其實要放棄一件事情都唔係咁容易嘅。講真，要放棄嘅話，你所有嘅嘢重新嚟過啊嘛。咁可能性格裏面都好倔強咯，想再試下會唔會得啊？因為當時做第一隻明日花嗰陣時，咪冇諗過真係佢會去到冰川咁樣，即係橫跨三年做一個 project 咯。人累累了就趁累了，將一切來清空啦。存在再變就趁再變，將三生再擁抱。這個係好 touch 到我，真係好多年做嘅時候都好感覺，哇，好攰啊，好攰啦，都唔知做乜嘢好，真係要清空曬。forget 所有的東西 put 出去做，當我可以放低我以前帶給我 glory 的東西，譬如是一些大陸的情歌啊，或者我做過一些新的東西但失敗了，那種擔憂我全部都是清空了，然後真的給勇氣自己重新去 restart 的時候，是我們需要的，每個人都咁存在再變就趁再變，將三生再抱。即係呢個社會其實乜嘢都喺度，每日都喺度變緊，所有嘢都係變緊。即係唔好死守住一樣嘢，我做緊一樣就係 keep 住要做同一樣啦。你趁而家變緊時候，你就快啲同佢擁抱呢個改變咯。當你做改變嘅時候咧，一定會有啲人話俾你聽 no 嘅，一定會有啲人話俾你聽 yes 嘅。做決定嗰都係要你自己去做一個決定，冇人可以幫你做呢個 decision 咯。堅定堅守你自己相信啲乜嘢就去行咯，唔好俾人哋去動搖。咁中間嗰段過程可能係耐嘅，當你好堅定去相信嘅時候咧，你就揾到一班同你一齊相信嘅人。可能當初係得三個人相信嘅，你慢慢就變咗十個人、二十個人、三十個人。呢個就係一個力量咯，就係、是、我熱落冰川想講嘅嘢，就係、是、你去到最遠嘅地方，你揾到同你靈魂相近嘅人。我覺得最大的改變就是我不介意被人看到我脆弱的一面，經歷過尤其是這三年的歌，即是我要去面對一個真實的自己，好還是不好，我要承認我自己有些事是不好咯，不好說出來咯，告訴大家我有一件事真的不好的，或者好的自己為自己開心這樣。可能早一輩的歌手啦，大家都可能有很多事被安排好給你啊，但是現在的新進歌手其實很多都很獨立的嘛，是啊，很多東西可能尤其有獨立歌手，很多東西是自己 去處理啊。我從中我都看到啊，其實這樣、去表達自己啊，都看到很真實的事，都不是一件不好的事情咯。即是人家安排給我，我會盡力去做的，但是不是真的自己想做的呢？那未必的。咁同而家真係想做，而我話俾大家聽，我想做，你可唔可以同我一齊做？而係我點用咩方法去話俾人哋聽，而唔係去即點樣令到人哋舒服，係同我一齊去做咧？呢個係我呢幾年學到好多嘅嘢。咁當然都希望有一日可以踏上紅館啦。咁演唱會都係一個好想做嘅，尤其是我覺得而家呢一隻碟嘅歌咧，好適合做演唱會的，因為 visual 可以很好玩，所以希望
快啲可以有演唱會啦，但係都係首先要疫情穩定咯。我都好希望 keep 翻自己歌曲嘅質素啦，所有嘢啦，令到唔係淨係香港嘅朋友啦，即係唔同地方嘅朋友都可以再見到香港其實有好多唔同類型嘅歌手，見到好才華嘅作曲人啊、填詞人啊。好似譬如以前嘅年代，其實唔同嘅地方都揾翻香港嘅班底去做一啲嘢，或者拍 MV 啊。係咯，咁我希望唔係淨係我作為歌手俾人見到咯。廣東歌，希望自己嘅班底啊，都可以大家一齊可以衝出香港嘅。請訂閱我哋嘅 YouTube 頻道，記得撳埋個鐘仔啊！